概喺完整嘅時間係早抵達，而家係當地嘅時間早上5:25，氣温係攝氏表27°，為咗大家嘅安全，請閣下繼續留喺座位，直到安全帶受到燈熄滅。小心心膽上方行李櫃，以免裡面嘅物件跌下。離開機艙嘅時候，5:28，气温为40.27°。为了您的安全，请继续在座位，持安全带的到行李。乘务员将会按照座位。